Assalamu alaikum. 大家好，我叫严东亮，是一名韩语老师。我们的假月快要结束，我们的开斋节快要开始，所以在这边祝大家开斋节快乐，大家天天开心，万事如意。 身体健康，最后大家再次祝你们开斋节快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Happy Eid Mubarak.